前面书林哲熙二日出席新电影首映会，戏里戏外都是旧情人的两人再次相遇，应该不陌生吧？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合作一开始设定就是真的只有一场戏，就是擦肩而过，然后是后来就是在家，所以对合作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因为大学也没合作过啦，所以第一次这样合作就是很就是一个新认识的演员，不会有来电的感觉。我们曾经熟过，但是后来很久没有联络，所以没有很熟。可能就是6:5分手。哎呦，人家都是为人妻、为人母了，大家就别再脑补啦。不过为了票房，演员们都准备好 special 回馈给影迷了吗？我的部分，我可能已经没有大家对我有什么幻想了，真的吗？对，可能他应该大家看了片子后，比较亲近他。其实看片就看完了。也没什么幻想的，有学底好爆爆的。对啊，看导演喽，听导演安排。导演，快想一个好康的。